身为一个检察官，怎么连一点常识跟羞耻心都没有？如果不把当初反对我跟西柱的原因说出来，就无法说服西柱的妈妈了。你想过说出来要承受的后果吗？以后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回忆可以聊。我们会有未来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美狐，我会解释给你听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幸福像今天一样。